你好，我是老鸭说。这里是日本北海道的函馆，现在是在函馆路面电车二系统的车厢内。本次电车终点站古地头，下一站鱼市场通。本次视频主要记录了两系统路面电车鱼市场通十字间宝来亭、金牛亭古地头的行车轨迹。
终点站谷地头到了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